冬天狗狗是怎么保暖的？如果狗狗是短毛犬，那么冬天也是会怕冷的，所以也需要保暖。冬天最好给狗狗准备衣服，出门的时候穿上，不要让狗狗在外面玩太久。最好选择中午下午阳光比较充足的时候出门，让狗狗多晒太阳。在家里最好给狗狗准备一个比较温暖的狗窝，避免狗狗睡地上着凉。而且饮食也要多加注意，可以让狗狗多吃一些，不要让狗狗直接喝冷水。冬天狗狗洗澡的时候要及时吹干，避免狗狗着凉感冒。如果狗狗不是很脏，最好减少狗狗洗澡的次数。